上出过最大的包是什么？出过最大的包就是石门水库没有拉，没关，而且是那种小型演唱会。哦、然后我一开场，因为要跳舞嘛，我就表演的时候，弟弟来探班了。对，因为我都站最前面，然后我就发现，因为舞台有点高，然后他们的位置可能也比较尴尬，刚刚好在那里，刚好就在正前面。对，我发现我一上台，他们就尖叫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，想说个人魅力这么强，就差点变成小动物喂食秀。对，没想到弟弟比你红。对，我忘了那些内裤穿的是什么颜色，反正就是直到中场，因为我们中间会休息、哎、第二段出来，我才发现没有拉。哎、他忘记他内裤穿什么颜色，但其实没穿，好像是红色，没其实没穿。所以建宏也是属于那种容易笑场的那一种，我很容易笑，很容易，对对，遇到什么状况就笑了这样。而且你的歌都是快乐的居多嘛，嗯，所以一般唱歌是面带笑容，对，都要一直保持。所以今天要让我们选歌，来一首慢歌抒情的。你如果笑场，那你就算挂了。嗯，好好 好，因为我很少唱慢歌，所以我很怕我会 hold 不住那个情绪。不行不行，你要通过考试，所以我只要一点点笑，一点点就不行了。好，就直接来带来这首《新不了情》呀。对，爱笑的沈建宏这回挑战抒情慢歌，危机四伏，你可要严阵以待啊。只要叫他天宽又厚，犹如古人已不见你，很好笑。在听他唱歌，照着一幅情，永远难了。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。不可思想到老，自然眼睛前，我不知道会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，我爱你怎么了，你们几位，我们对你们这么客气了，对不对？这才叫出重手呢，对不对？来，阿北，我真的很想要，阿北，你这几个问一下，因为你这个山寨版的出来，我就觉得太好笑了。我们也没想到会来一个真人版，本尊来了，哎呦厉害，哎，好厉害，来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哦，找到两队真的是回归了，真的，对。丫头的妈妈就是林美昭，对，没错，要不要？武棍阿伯的儿子就是陈汉典，爸，对，哎，还有一个，开旭的爸爸，开旭的爸爸就是曹大哥，对，干爹了，干爹，明白，这样，哎，不要，曹爸爸，哎，曹大哥刚这个应该是挂掉了吧？他没有过关，他要过关。刚刚看见他就已经想笑了，结果问阿飞说他笑得更厉害了。对呀、啊，他笑疯，林美昭都已经笑到掉眼泪了，笑到掉眼泪啊！我演飙泪。我觉得因为会跳舞，模仿起来太像了，好像哦。那个，对，而且阿飞的表情很经典。怎么经典？他就是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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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哎，
贝，你模仿最好笑的就武坤阿贝了，好好笑。对对对，你千万不要退休，永远有个模仿对象，念不掉。但是我们这一段沈建宏的部分，个人觉得不过关。你呢？不过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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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不过关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通告费减半。好，谢谢武坤阿贝，谢谢。